线上家人平安，又到圣经加油站。今天分享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八章一到十一节。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同门徒出去了，过了吉伦西，在那里有个园子，他和门徒进去了。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，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。犹大领了一个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，拿着灯笼、火把、兵器，就来到园里。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，就出来对他们说：你们找谁？他们回答说：找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说：我就是。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。耶稣一说：我就是，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。他又问他们说：你们找谁？他们说：找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说：我已经告诉你们，我就是。你们若找我，就让这些人去吧。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，说：你所赐给我的人，我没有失落一个。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，就拔出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他的右耳。那仆人名叫马勒古。耶稣就对彼得说：收刀入鞘吧，我父所给我的那杯，我岂可不喝呢？我们可以看到，耶稣在被捕，在这一个吉伦西的园子，是耶稣和门徒屡次聚集的地方，犹大也该知道这个地方。吉伦西在哪里？就是耶路撒冷城以东的谷地，除了雨季以外，其他的溪水都是干的。这个园子是什么呢？就是克西马尼园。犹大率领一队的罗马兵和祭司长的差役来抓耶稣。我们就知道说，这一个军队是如此的庞大。差役是谁呢？就是圣殿里的侍卫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半夜里，他们花了心力来抓耶稣。为什么？提着灯笼，这个灯笼呢，就是家用的油灯，是陶瓷器具。火把呢，是含着油脂的这样的一个木块里头，半夜来抓耶稣。我们可以也知道说，彼得当时拿着刀削掉了大祭司仆人的右耳。耶稣制止了彼得，认为自己应该承担天父要给他喝的杯，于是耶稣就被抓了，捆绑了。今天的经文分享的是十八章十一节，耶稣就对彼得说：收刀入鞘吧，我父所给我的那杯，我岂可不喝呢？今天的主题就是：我岂可不喝呢？有什么要守的诫命？收刀入鞘吧。面对冲突的时候，控制我们的情绪，不要随意口出恶言。有什么应许呢？我父所给我的那杯。在我们不舒服的环境里头，学习谦卑生命功课，有什么避免的罪呢？我岂可不喝？拒绝从神而来的生命考验，凭着血气方刚处理问题，伤人也伤己。生活中有什么应用呢？面对冲突、意见相左的时候、环境，不要口出恶言，深深的呼吸，慢慢的吐气，再来表达，或者离开冲突现场，待心情平定，面对问题。对上帝有什么新的认识呢？绝望中仍然寻求主耶稣，顺服喝神所赐的苦杯，来面对困境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在母腹里头，你已经认识我们了。我们的性格是你所赐的，我们深信我们是独特的。主啊，来帮助我们，在职场上的同事、家庭、婚姻、情感、冲突、沟通不良时，主啊，赐给我们勇气，用智慧
谋略，来顺服喝从神而来的苦杯，来完成生命顺服的功课。祷告奉主名求，阿们。耶稣爱你，我们也爱你。再见。